这是连续剧，你以为我偷个龙舞就完了？这还有后续呢。哪里来后续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受君放心吧。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。徽章。我的武功呢？我是个废人。 我该怎么办啊？没听说端午伞有这个副作用啊！芊芊，芊芊，你怎么了？中毒以后，我竟然武功全无，我陈芊芊从此以后就是个废人。 我现在什么感觉？绝！突然好想吃石榴。这个季节应该没有石榴，也对。武功惊世的人不配吃石榴。白锦，去买石榴。是。 只想看看有没有，有就放心了，没有胃口，吃不下。拿走。少君，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我解除婚约吧，去投靠我二姐陈楚楚吧。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。 二姐受重任拥戴，前途似锦，听回护你周全。二郡主身负重伤，情况并不怎么好啊。什么情况？哪个混账竟敢加害于他？那位二郡主执行秘密任务，约好了以烟花为号，不知道是谁提前把烟花给点了，二郡主的行动就暴露了，这不给你家虎拼上了吗？烟花怎么会照到楚楚呢？ 烟花，兴许只是个意外。韩少君，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在二姐。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三公主好生休息，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韩某。